怎样度过封城日子。早上泡杯咖啡喝，在家里想喝星巴克怎么办？装上咖啡机，香香浓缩咖啡出来了。把牛奶倒入，把浓缩咖啡放入，把咖啡倒入杯中，配一点麦片吃。冷气不冷了怎么办？喷点药水，用水枪把冷气外壳清洗。之后把冷气装回去，简单又方便。这间面包店叫我们。疫情封城间，所以剩下很多蛋糕，随便买一点。来探店这个路边椰子摊，一粒5元。之后叫上孩子帮忙。把野水肉装上1包1粒，看见这个路边的地差不多。一粒吃不饱，等下再去打包哦。来大排档打包晚餐。超级月亮，超级草莓月亮。